谢谢主持人这样的介绍，咱们团里啊什么不产，专产胖。<笑>我已经脱离台北曲艺团了啊！<笑>哎呀，都来了啊，都来躲雨了吧啊！你这什么话呀？人家不是因为外面下雨才进来的，那不然呢？人家是因为外面下雨出不去。<笑>哎。 啊，拍手都同意了。<笑>我很高兴，这是我第一次到传艺来演出啊，心里感到特别的开心，还有紧张。是，尤其啊，我特别怀念传艺的观众。你第一次来就怀念传艺的观众？你这谎话说的都不对的。<笑>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不是怀念观众，我是怀念在台上要听见某一种声音。 哎呀，骂你啊！遇到这种不要脸就不要脸。啊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不是嘛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，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爱好。<笑>每个人的爱好有很多啊，有些人爱唱歌，有些人爱跳舞，有人爱看看电影，有人就像各位一样爱听相声。对，那像他就喜欢听掌声。哎，不是，我除了听掌声，我还有另外一个爱好。 什么爱好？我个人最大的爱好啊，就是京剧。你几岁？20。20岁的年轻人喜欢京剧，你有病？那不是我从小熏陶啊，我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一家五口那全是戏迷，还是家族病史啊？家族兴趣。<笑>我们家可以说是戏剧生活化的代表家庭了。怎么说？ 我们是行动坐卧走都离不开吹打弹拉唱，这家人都走火入魔了。<笑>你比方拿我来说吧，啊，早上起床不打这个锣鼓点呢，我就不起来。哎，什么叫锣鼓点呢？哎，您不懂啊。我当然懂啊，观众可能不懂，你们给观众解释一下。哦，哎，这锣鼓点呢，就是我们传统戏曲里面那个铿铿锵锵的锣鼓伴奏。哎。哎， 不同的戏啊，就打上不同的点来配合。对，啊，像什么四季头啊、水痘啊、扭丝啊这些。是是。那你刚才说你起床得打点，打什么？打锣击金钟啊。怎么打？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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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
跟年兽似的，你赖床啊？我，你管我，该起来了。我起床，我到浴室刷牙，我还打个点呢。刷牙又打什么点？刷牙打的点呢、啊，叫水痘。哦，怎么打？牙刷一拿来，哎，挤上牙膏，把它一唱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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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刷完了牙要换衣服了啊！换衣服那就更厉害了，每一个动作全打在点上，是吗？不信你看呢、啊，我们打个四块头。好，刮了个苍，刮了个苍，大大把苍苍的请苍，不得苍脆脆脆脆脆脆，没拉拉链。哎，哥，你醒了没有？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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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干嘛干嘛去。少在那边发神经！我病，我不要干嘛呀？我爸收到我的成绩单，正在大发雷霆呢。你还没出轨，不要那么摸了。哎，干嘛你？你爸生气？对，你成绩很差呀、啊。我觉得还好啊，有95哎，95分，你爸还不满意啊？对啊，太要求太高了这。就是啊，我除了数学之外，啊、每一科都有破20哎。啊，95是总分是吧？对啊，我去。你这成绩摆明欠揍，我爸很生气 啊，在楼下冲着楼上都对着我喊呐、啊，魏竹瑶，好啊，奴才！你们家连骂人都用进去啊？我一听，这不下去不行了啊，连滚带爬来到客厅，来戏。我说爸呀，啊，哎，占我便宜，干嘛顺口答应嘛？
我说爸呀，乖，哎，还来，这次是故意的。我说爸呀，这不是我不念书啊，实在是这个书啊，它不适合我念嘛。您就说了吧，那个数学背个加减乘除也就行了吧。啊，哎，再说那英文呢，26个字母我都认识，搁一块我就不熟了。您看这多奇怪，还嬉皮笑脸的。我爸可不吃我这一套，那当然，他非常的生气，右手抓起成绩单，左手抓住我的手，他就骂了，开唱了呀，唱什么呀？唱铡美案呢？矿了财矿，驸马不比乔演了将，现有凭据在公堂，人来看过了，当当当当当啦啦啦啦，相连状，你看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是陈世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爸看到那成绩单了，恨不能学包公当场把我给办了。哎呀，不至于。我爸抄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打，家暴，我不等他下手了，赶紧的满地乱滚啊，哭他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啊，哎呀，哭啊！我说你长成这样，哭成那样，你有没有身为年兽的一点自尊心啊？总有好处啊！大人总是会心软的，毕竟是亲儿子嘛。这样子下手不会太重啊。正所谓虎毒不食子，嗨，而且仙姑还有个好处呢。什么好处？搬救兵啊！这时候上哪儿搬救兵啊？我妈呀！我妈在厨房啊，一听到我这杀猪般的叫声啊，赶紧的就跑过来了，赶紧冲来了。我的儿啊！一见娇儿啊，泪满腮。多犀利的四郎探子！我看我妈哭成那个样啊，做儿子的也是于心不忍的，会痛吧？当时我对着我妈，我就唱上了。这是唱什么？法门寺啊！怎么会想起法门寺呢？法门寺里的刘彪被发配的时候，对着他妈妈唱了两句流水版呢。啊，哪两句？母亲呢，不必去泪掉，儿是念好好汉子一条。瞧这一身腱肉，看腱子肉。我把棍子一抄起，就往我身上打。我起身，转头就跑啊！瞧这出息！我一边跑啊，我心里面就在想啊，还好我是年轻力盛啊。我爸呀，那叫年老力衰。哎，我爸一边在后面追啊，嘴里还唱着追韩信呢，把你当韩信了。韩将军呐、你千般念，万般念呐、念什么呀？念书嘛。我一边跑，我心里面就在想啊，你在后面追，唱了个追韩信啊，我在前面跑，我就唱个学策跑成，我回敬你。怎么唱的？沾沾青天不可及。谁欺负谁呀、没一会功夫，我爸就被我甩得远远的了。回头我还冲着他喊呢，哎，老头儿，跑不动了吧你啊？什么儿子？不是，你家就这么大，你要跑来跑去，你能跑去哪儿啊？跑到我爷爷奶奶的房间呢、求他们出手相助啊！还找后台。说到我爷爷奶奶那可是一代宗师了。干嘛两叶问？什么叶问呢？一代宗师嘛。我爸爸妈妈还得用现成的戏来比喻自己的心情啊。我爷爷奶奶的功力啊，已经到达想说什么张口就唱的境界了，随心所欲。我跑到房子门口一听，老两口正唱着呢。唱什么呀？唱炸酱面。好、哦、炸酱面。哎，我怎么没听过这出啊？我仔细听呀，这私房戏啊。啊，我听这么久的戏还没听过这唱炸酱面的呀。废话，根本就没这出。怎么会没有啊？我就听了呀。啊，那你给大夫说说炸酱面怎么唱的。我来到房门口啊，我奶奶正说话呢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老头子。干嘛？我像你爷爷？
今日你我二老吃些什么呢？他奶奶想肚子饿了，想吃东西。啊，太太啊，今日你我二老就吃碗炸酱面吧。阿公想吃炸酱面。这面馍上礼拜天不是关门了吗？啊，面馆倒闭了。我爷爷一听啊，倒闭了、啊、哎呀，没有，这叫叫板。戏台上规矩，叫板之后就要开始唱。今日面馆已关门，藏不由得老夫我怒气深，藏越思越想心头啊。这锣鼓点声音不对啊，我爸打了我两巴掌啊，追上了。